边还没弄到死啊！国际品之路，对。啊，那个那条路你还记得哈？就是要往下跳那边。不太记得。哇，没关系，你慢慢走啦。好。走到后面有一个桥的时候，你跟我讲。好。到底是为什么这边只能一个人打？那有一个躲避。还好啦，你有那个消音戒指，很好背景。其实这把双刀真的砍很快，很快啊，然后就很快没体力的。你如果双刀要打人，尽量都用那个点下来右键。我应该是 L 1吧 ？L 1是一次挥两下，对不对？嗯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对，尽量都用 L 1就是切换单双刀的时候会比较快。先用 L 1然后再一开始一个云普砍这样子。我都直接 L1 一直砍的，因为 L1 都是两下两下这样。哦。因为普砍就是单刀单手单什么单手砍这样。可是双刀也是一个缺点，就是它的速度，因为你会同时挥两下，人家一顿甩开之后你就，然后我就戳开了这样。对对啊。了解。嗯，我等一下走到桥跟你讲。好。尖叫了，怎么没有被刺到呢？哦，因为他是尖叫的，他尖叫了。哦，他是不是两只拿镰刀的冲过来？哦，对。啊！我要被他们弄到死啊！你那么厉害，不死啊？出血，然后就死了。出血会被秒杀、啊？不会被秒杀、啊，就是很痛而已。没有，我刚明明还有半条，然后出血就死了。好啊，我啊，先拿斧头、啊。没有到秒杀啊，就是会有一定的量就对了。嗯，那边你可以直接冲过去打那一只会叫的那一只。哦，斧头砍得超痛哎、欸，很痛啊！我就说斧头会比较强啊，真的。因为我打到现在很少人，我真的是没有看过人家斧头在拿五秒的，是哦，真的没有了，因为有其他的好选择了，就不会选择它了这样。好吧，它很漂亮，没错啊，可是就是装饰用嘛，差不多，真的很少，连四十丁堡我都看过人家拿一下，真的哎、欸，真的很强哎、欸，这个。真的、哦，真的很强。拿来打 PVP 的时候，他要大武器也打不赢他。哇靠！怎么这么多啊？很想帮，很想帮。哦，好了，那剩下那个会吐毒气的那个。哦，要踹下去。死了。然后他就绕人来了这样。他只要他叫完之前打死他就不会绕人。哦。有他绕的人我都解决掉了。哦，那很好啊。然后左边那个小路嘛。你是说左边那个断层吗？直接攻啊！走右边，不是走左边，走左边你会摔死哦。哦，我是直接跳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边右边这个断层下去，然后走那个拱门，是不是？对，拱门走过去就看到那个桥了。啊、你看你在桥的，你面对桥，你现在面对桥。面对桥。你往右边看，有一棵树。右边面对桥，右边看有一棵树哟。对你往树的前方，你就是往下面看，就是有一个啊，没有跳好，摔死了。我靠，这么大的路你会摔死？没有，我就撞到树，然后往后弹，然后就摔死
所以我就是跳他下面那个断层嘛。对，然后过去会两只死狗打，死狗打完会给戒指跟圣典。OK。带你还比较简单。我之前带我朋友，我在他隔壁，我在教他，他还可以走到迷路。我这些怪应该可以不理，然后直接冲过去吧？应该是可以啊。哦，你就把尖叫打死就好了。哇，太迟了，我绿过他了。那就没关系啊。他应该不会追过来吧？应该是不会啦。我捡到我的。这边其实还好啦，都没什么好东西，就捡他们的武器而已。听说也没有特别好。哎呦，跳到了！哎，来呀，死狗！如果你拿火焰打他的话，他会那种烧到这样，然后就想翻这样。哦，死狗超烦的，很烦啊，打痛然后又跑很快。对啊，圣典，然后戒指，对，然后就走左边这条路上去。对对对对，走上去有一个红眼睛的压人会比较强了，看你不要把他背刺，一直打这样。然后就跳下来，这样可以直接往左边走，然后就会看到那个楼梯下来，就看到萤火。我下面有三到四只的那个鸭人，然后都暴走了，怎么办？那可以不要理他吧？他追过来了，就是往下走，直接冲过去就对了。哦哦，不用过桥哦，左转嘛，就往那个像石头那边路走过去就对了。OK。缺个楼梯下来啊！好，我去厕所一下。好。哇，这有多难打呢？中你妈的！好了，等一下师傅关。所以你到萤火了吗？到了。先跟那两个人讲话。好啊。干，我过敏了。过敏这么突然吗？对啊，这突然之间就皮肤开始痒痒，然后就过敏。哦，你是皮肤痒痒，对啊，不会吗？我是生病，我是天气只要变化比较大的时候都会这样。真的、哦，哇，那还蛮糟的，可是也，啊、应该说再糟也比我好了。可是来淡水之后就得了有点比较麻烦的那种皮肤病吧，虽然说它不会传染的、啊。嗯。就是他会红红的这样，然后会有点肿肿的这样，不会肿，就是异位性皮肤炎，哦，太麻烦了，那长期治疗的那一种，了解，辛苦你了，还好啦，就是还好，他不是，就是他的地方都不是那种什么手臂上啊，就都是比较在衣服会遮到的。亲之守护者，我那个不要再装了，那是你去帮别人。哦，那去当工具人的，这样就 OK 吧？跟他们两个对话了。对啊，对话一两次应该就 OK 了。
没有，那小心哦，等一下也是一个很容易被入侵的地方。我知道，就是上次遇到那一堆人那个地方。对啊，手指捏下去的时候，但是你还有捏手指。哦，妈了！那时候是找阿金啊，还有 King， 忘记了。对啊，就跟 King 玩才会这样，不是跟他 King 啊，就是捏手指之后多一个人，然后入侵机会，然后就变得难打的。那照理来说，在这边其实我很喜欢来这边玩啊，就是。一直弄人家这样，哦，弄人家，我都会戴隐形戒指啊，然后跟他绕来绕去啊，然后再跑到制高点把他落下来。妈的，很屁耶、欸！看自己讲，就很贱啊！啊，有的那种打那种法师，就是一击必杀这样，很爽。干，他已经很干这样。前面那是可以攻击，嗯、哦。我反倒觉得这个冰剑都弄得比那个五娘剑还要好用，正常啦、啊。五娘那真的是把问题剑吧？为什么我不会这样子，然后砍出光波嘞？法师的有一把可以，真的、啊。哎呀，点头。对，干好帅。哎、欸，这只是重攻击，这不是那个，这不是战绩，好像很猛，很猛啊，战绩比较猛。红眼睛，红眼睛。开门，不能从这边开。那我练一下格挡哎、欸，看，啊、看 O、哦、不 OK？ 我打了个骑士。怎么这样？哦，干，你那超痛的！还好啦，延迟不会太大，我是怕那种延迟很大挡不到。哎哎哎！哇，砍我一刀不痛哦！哎，他砍我一刀，几乎整条血。你是前面有减血吧？不知道黑骑士盔甲、欸，哇、哦，很不错嘛，哎、欸，你很帅哎、欸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很不好说啊，中了，要不要喝水一下？你水、啊、你血没有满 ，OK， 等一下，很帅啊那一套，真的吗？很帅啊，就跟他那个一模一样啊，哦，也要他的头盔这样才帅，这样穿起来好重的感觉。还好啦，我觉得你只要 不超过70都很 OK， 是吗？对，好丑，佣兵对刀，没有，我说这套穿起来很丑。哦，捡东西咯，鱼镜。后面那个门可以开吗？那个哦，这是从后面过来的，哦、这边不能开。那个不就是我第一次遇到那个冰晶龙？对啊，妈的！下来，我还是瞧一下武器好了。好，选怕这样会遇到那种 PVP 也要用的。我记得我当初用着木棒，然后敲死那只冰晶龙。你知道冰晶龙吗？对吧？我第一次在那边遇到他的时候，我就用木棒狂敲，敲死他的。木棒打他很好打、啊。真的、哦，很会晕啊，很容易晕掉，会晕、哦，然后就可以处决，会，他会晕掉，会处决这样。哇，战神木盾，你那可以干嘛？不要用，那不好用啊！我不拿木盾，就是顾名思义比较弱了，他是可以，他不能格挡啊。哦，没有看你啊，如果你觉得用战技比较好，你可以用那个。嗯，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可以。可以这样的，可以格挡的。对，蓝木盾可以格挡，可以。怎么回事？啊？我炸不到你啊、喔，好可惜啊、喔！是怎么回事？就是随机的 buff 啊。哦。他刚好用到 debuff 啊。哦。
哦，好像很帅，很帅啊！第二把哇，对，哇，这把哇很强，会用的很强，不会用的也很强。不会用的更强。再来了，好，过来啊！好棒哦！他的手没办法合挡哦，好像可以，可是不好挡。哇，那我刚刚有挡到、啊。哦，我看得到你有回啊。对啊，可是没有那个挡。好想吃哦。深水区有东西啊。啊？深水区有东西。真的、哦？没有啊。有大便是不是？你找不到我吧？哦，很舒服嘞哦。对啊，都不会淹死的。我这边 PVP 也是这样玩。哎，你先来了，有入侵了，到没？没有，这假的啦，这只是 NPC 而已。我、哦、靠，怎么那么快？到底是为什么这种东西都会入侵呢？没有，那是 NPC 而已。对啊，就为什么会有这种 NPC 跑进来？训练你一下、啊。嗯。哇，这把这么强、嗯。我要进去半点。还有要修。哇，好好吃螃蟹。不要乱吃吧，不是最近有什么带奥星的、啊。哦，有。对啊。要看地区啊，我不知道哪里而已。外流。等一下，我帮你补。好。前面的话、哦、可以不用打了，就直接前面有两个人，你就直接冲到梯子这样，他们就会自己摔死了。哦。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两个北西。我也要跟着冲。我不太建议耶。好、啊，你可以来，你就爬梯子就好，这样。我已经爬了。爬在那边就好了，这样。这样就好了。引他、哦、他下去了，他还有一个，哎、欸，他没死啊，还有一个跑嘞、欸，哎、欸，他爬上来了、欸，踹他，他没死啊，我不知道，爬上去，哈哈、欸，还有一个在上面，哇靠，他没死哎、欸，这么高摔下来不会死，骗人的吧？还有一个在我这边。但是他死都不见了，真假的？那啊下来了，啊他打到我，他掉下去了，他摔下去了吗？他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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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点个萤火吧。Go go go go！ 流放者大刀，对啊，蛮强的啦，战技不会被隔挡。很讨厌，巨型棍棒。你这边会想要试一下 PVP 吗？嗯，不要嘛，如果有遇到的话再打吧。哦，你要那种自来的，不是那种。我想说捏手指，你可以试试看这样。对，我想说，因为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在打那个 PVP 啊。嗯，享受打怪嘛。简装了。捡装喽，这边吧，这个吗？对，有亡命者头盔。前面好像还有一个，这边好像有一个亮亮的盾吧？那个盾你可以拿一下，还不错。亮亮的盾，叫什么草纹盾、啊？草纹盾。装备一下，它会加你的那个耐力恢复速度。哦，而且还可以隔挡哎、欸，可以隔挡啊！哦，哎、啊，回好快！妈，狗在叫！妈，我真的超讨厌狗。那个狗不行。那個、狗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难打。很烦，真的很烦。真的很烦。把你咬到死的那一种。对吧、啊？哦，哎、欸，草纹盾配上这个好快啊！有吗？有啊，它回得很快、啊。
哦，那是刚好两个在帮你回这样，对一个戒指，一个盾这样。哎、欸，紫色的、欸，哎呀，要吸哦。那可以召唤的，两个超痛。啊，你说怎样？他超痛的，要小心。要召唤吗？召唤啊！好啊！发狂了！哇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好用好对应的武器。哎呦！小心哦，他超痛的哦！哎呦，我砍到那个！怕死了！妈的！摇摆，这真的是砍到石头，然后就弹刀就很烦哎、欸。对啊，他躲你一刀超痛的呢。对啊，啊你还是呛他，因为他没有剁到我啊。妈的！这每一把异端上，你可以点一下。你打他，我会被撞倒这样。啊！捡不到，捡不到，捡到了！异端杖。哦，原来他们是不会主动打人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嗯。因为上面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过了嘛，哦，魔法师在上面，魔法师在上面，对，可是不用那么早召唤他啦，哦，因为他要给魔法卷轴，他才不会离开。如果你都不给他，就会离开，所以我都等捡到卷轴再找他这样。所以我现在就不用找他。对啊，好，破坏他家具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那他也不会生气。你好狠。魔法卷轴是这边打完之后就可以给他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魔法卷轴多半都在沼泽那边，就是哦，比较之后一点。哎呀，我没有捡到。好像只咬完了。虽然说你想捡可以捡啊，我只是跟你讲一下可以捡。哇靠！哇靠！手很贱的一点。你还行吗？可以。我以为他死了，结果还没死。结晶宝石。哦，不错哎、欸。哇，很煞哦你。怎么？那是好东西哦。变质的、啊，法师在用的变质武器。哦我好哦，谨慎很有用。今天是 boss 吗？对啊 ，boss 可以隔挡来、哦，你要让我试一下吗？等等。好啊，进去喽。进去啊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试试看可不可以隔挡他。好，这个要闪了、啊，这很痛啊。妈呀，他在追着我啊！我、哦、要好羞啊！我靠，这么好挡！我看到你格挡，超痛的、欸。我只有挡一次这样哎、欸。哇靠！我、哦、没挡到。哇哇哇！还好他打我不会痛。慢慢把他玩死掉。哇、哦，你好像很痛哎、欸。哇哇哇！你要死了！不用怕了，喝水就好了。哇靠！你喝一次直接满了。对啊，哇，好 OP 哦！快点，我要隔挡啊！哇，超痛的！哇靠！好可怜啊！死了！差一滴，他等下四个分身，你知道吗？他还没死了，还有一次一刀。这一个，
这个。啊！我死了。很爽啊，真的是一刀就打。可以格挡的 BOSS 都很好打，好孤单，这样就可以回去了。